1月12日讯，田亮晒出女儿手拿话筒表演的照片，并透露，森碟的幼儿园组织冬季演出，老师让森碟当主持，不过他一直在犹豫，担心做不好。爸爸田亮鼓励森碟认真准备，别怕忘词儿，忘了就给大家唱首歌，没什么的，妈妈唱功当年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最终演出很成功，森碟一点没有怯场。粉丝们在微博里纷纷称赞森碟好样的，还有拿田亮开涮，不着急，咱们慢慢练。